完了完了完了，爆肝爆肝爆肝！不要爆！慢点慢点，我们用力！哇，爆肝了爆肝了！哇爆肝了！我扛住不住，扛住！慢点，就是这个不错。哇，这个大！嗯，不止，哎呦，你看你不止，力气都不一样。他发力你就跟着他走一下，知道吧？别这么混。这学习一下，第一次钓鲢鱼。嚯，跟着他走一点吗？跟着他走一点吗？放下！不行了！快爆掉啊！一天天的。开玩笑，我都爆掉。老黑，哇，这么小的抄啊，抄鱼。抓鱼头。慢点。端。这是师傅有鱼吃，可以啊，兄弟们。可以。这是我今年，这是我。这几十年钓的第一条鱼啊，这么大嘴巴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显摆先看，不错，人生第一条大鱼啊！你看，这个嘴巴这么大，不错。第二条这么大鱼，居然没人来迎接我，雷丽丽，没人呐、啊，来，老爸。孝敬给你下酒的，你看这么大的头，怪不得啊！这是喝多了，这睡着了，怎么撇倒啊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你这么大喝酒啊？母亲节呗。哎呀，跟母亲节一起吃饭。你喝的满面红，站着站不稳，来，称一下，帮我称一下看多大。我称一下。我看看，我多少？有多少？七斤。称一下，应该有八九斤，好吧？称一下。给个面子撑一下，显摆一下。他说七斤，站都站不稳。八斤半。哦，八斤半，不错。把这鱼头炖了。啊。拿扣子给我捏着。那钓的个。钓是我钓的，还不相信。我有视频为证，好不好？怎么说？你看着不相信，所以说这个真是一定要拍视频，不然的话，就说我买的。啊，你看走路都是 S 型，老爸。你看，放不下。等一下，必须让我媳妇看一下，不然以后钓鱼会骂我。然后大鱼回来，他就不会骂我了。先别动刀啊！等一下，让我显摆一下再动刀。啊，这个鱼头就可以喝半斤酒哎，啊，中午喝七八两啊，你看走路就知道，左东歪西歪的，哎，乖，哎，赶紧，看我的鱼，以后别说我钓不到大鱼，去看一下，看鱼看啥？去，以后钓鱼不许骂我了哈，看没？大不大？大。大不大？中午饭都没吃，今天就钓这一条鱼。对，没错。爸爸是大公鸡，就钓一条啊。大鱼要等的，所以说一天钓一条很正常啊。那杆子被撤走吗？我杆子好得很，老二杆子断了。牛逼！以后钓鱼不许说我了哈。八斤半。8斤半、啊。嗯，我以为有十斤，没有十斤。这是钓鱼以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条。对，有史以来，对，有尿也没有。是不是长这么大一次以来？我也是长这么大，第一次钓这么大的。可以了，这辈子值了。我突破11斤。这老二的杆子爆了，我感觉这杆子质量有问题。这个你想干啥？要买好杆子才能钓大鱼。没鱼。你说要钓到10、20斤的，不是爆杆吗？没钱，要那么大鱼干啥？1000块钱就够了。没有。买一个好一点的。我这个我车里8斤的鱼都买1000块钱的竿，我划得来。我1000块钱我买什么大的鱼买不到？我这杆子300-400的，估计搞不了太大的。万一改天碰到十斤以上的，那不断竿了，那就鱼跑了。你有运气那就吃，没运气就算了呗。还有1000块钱买竿子，想都别想。没有。扣2个月的生活费。哎、我宁愿饿2个月。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行。我喂鸡去了。